大总理哦，我们的张金池大总理，以及我们的主任委员李俊德主任委员，以及荣誉主委李建全荣誉主委，以及所有的卢下众弟子，所有的执事代表，莅临到淡水平安师，在这边呢，由我们大总理呢带领着所有的执事代表，在这边向我们的列位神尊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李晨，现场好朋友啊，用掌声来欢迎哦！我们真君会，我们大总理一定要收我技术代表，感谢，谢谢哦，大家一路上辛苦了，谢谢。